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曼城温斯洛 Parkhaus 这栋行政公寓，这是温斯洛的正门，现在看。这里就是 Wormsloe 的高档 suite， 然后这边是一个书桌，每一个房间都配备一把椅子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是有四个抽屉。我们打开看一下它的储物空间。然后书桌上面是有四个充电口。当然，同学们如果来到英国的话，一样带转换插头，因为英标和国标是不太一样的。然后桌子上面是一个书架，我们可以放一些日常用得到的课本啊，还有资料。这是房间内的暖气，来看一下，这是卧室的双人床，这个床也是挺大的。然后还有床头柜，床头柜可以放一些生活用品，还有书之类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床头灯。ensuite的厨房，来看一下。有非常多的储物空间，那公寓是配有微波炉的，然后他们这边是电磁炉是有四个炉眼，然后下边是一个烤箱，可以看一下，上边是冷藏，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平时去超市买的吃的都可以放在冰箱里。而且 Room Pro 楼下不是超市，非常生活上非常方便。看一下这里是冷冻室。